哇！吓我一跳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三爷。Valis 真空这款游戏是一款第一人称视角的恐怖游戏啊，我们将会操纵这个小男孩啊，然后在家里做一些事情。那么有一个人会抓我们了、啊，我们要防止被他抓到啊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 3D 游戏啊。那么拿起这个盘子啊，看到没有，有个箭头的柜子的话我们可以躲起来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盘子好像是送到指定的位置啊。现在这个游戏的话是一个测试版。嗯，好阴森啊，希望不会有一个怪物会过来揍我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被这个怪物抓到了。他好像拿了个仪器把我吸进去了。现在是一个测试版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通关。我觉得，你看这里盘子很多、哦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通关。试一下躲起来。快跑！跑哪里去了？啊，这是我。靠！fuck！ 快跑！哎呀，我看到这个怪物的真面目了。他左手好像拿着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巨大工具。对呀，这柜子能躲人啊？为什么？奇怪，外面那个柜子为什么不能躲人呢？那怪物在哪里？哇！在隔壁。哎，怎么按了、啊？快跑！哦，我放盘子都会有声音吧？咦，不要发出一些动静啊！哎，这个衣柜为什么不能躲人？嗯，躲起来，它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？嗯，哎，这是仓库。躲起来，不会过来了吧？吓我一跳。咦，看到没有，左手是一个巨大的类似于吸尘器一样的工具。等一下，哦，我躲在柜子一定时间的话一定会被强行放出来，所以要看我这个毒条啊。哦，你别，把这些盘子全拿了，然后丢到这边。哎，它会消失啊！它不给我这么做，我要拿16个盘子。你看，它会还原。它这个盘子它是会复原的。我本来想把盘子全部丢到这个位置算了，然后全部一次性的拿过去清洗。追过来，对，追我吧。快跑！还好这些房间也不是很大，追啊，使劲追，来回跑。哎，我得躲起来吧。不在了。又看到我了，快跑！他已经不恐怖了，我跟你说。是他的啦！哎呀，我靠，他真的不恐怖啦，只是，哎呀，他的移动速度还是比我慢一点的。3个，哦呦，看到我了，这个弯下来捡东西的动作有点费时。看到我了，快点跑，绕一圈他应该就追不上我了，只要没看到我的视野就行。尼玛，他停下来干嘛？啊，我，他没体力限制，但是我有啊。看到我了，这里的话得省一下这个体力条。他没追上我的情况下呢，我就不能再浪费我的体力了，体力有限，没追上来吧，哥，不带这么玩的吧？这玩具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去洗呢？不行，百事来的这玩具。
赶紧溜，赶紧溜，溜溜溜溜溜溜溜，好像追上我了，好像要追上我啦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哦，差一点，我的体力不够啊！这游戏玩多了容易头晕啊。七个了，他不知道去哪里。哎呀，我绕了他一圈，他没看到我。他不会听声音的，他只会看你人在这里吧。啊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还以为他去哪里了。天哪，我不能在这里被你抓到啊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老哥不要抓我啊，没体力了。呼，不要不要抓，不要啊，不想前功尽弃了，怎么绕了一大圈又走回来啊。哦哦哦，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，哎呀吓尿了啊，这里这里麻烦了，他没过来吧。不要啊老哥，不要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我应该先把房间里面的盘子先收集了，然后再收集外面的。你看这些，哎呦啊，这些这些比较麻烦，你看你住我家算了，十个了还差六个，但是六个全部都在这个位置，那就很尴尬，他好像往我房间那边走了，因为那些道具全在那里面啊，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就好。又回去了吗？哦哟我的妈呀，哦哟躲下面，不至于把我从床底下揪出来吧。好的，还差五个。别发出动静啊，你想害死我吗？哦他红眼了，难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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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红色眼睛了，他好像快到极限了啊。十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看到他的红色眼睛了啊，移动速度变快了好多，不要发出声音好不好，他过去那边，只要道具发出声音我不去关的话，我的体力会被他拉满，他只会往那边走，差不多了。啊 ！What？ 啊，我收集了11个道具之后，他的眼睛会变红色哦。我觉得后面这里越来越难了，我得谨慎小心一点。啊！看到我了，移动速度不知道会不会变快，变快我就没办法了。12个了，还差4个。糟糕糟糕，他那个声音响了，我的体力被拉满了啊，哦我差死，我还差四个我就能通关啊。哇哇哇哇哇哇，吓我一跳，这里有很多玩具啊，看到没有，我们在地上不是能看到一些玩具吗，原来这些玩具也是要收集的，比如说这个玩具哈，我们把这个玩具放到房间里啊，这个房间吧，看到没有，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收集那个，我们除了收集餐具，我们还要收集玩具啊，这个 demo 真的有点难说实在的，但是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啊，这个积木也是要收藏的，你看你叫什么玩，那个餐具我都没收集齐，更别说这个玩具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独立的恐怖单机游戏就玩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，它的第一视角的话还是蛮刺激的。那么拜拜 see you。